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时局经解，我是王瑶。今天我将要为大家讲解的是2020年华为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10月九段和韩国的李东勋九段。说起十月，这个我相信如果这个评选棋迷朋友们最喜欢看的职业棋手的对局，那十月肯定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场均一条龙，这个是棋迷们送给他的外号，那就是说明呢他的棋啊非常过瘾，每盘棋都有精彩的对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要么屠对手的龙，要么被对手屠龙啊！当然，以十月的这个实力来说，就大部分时候还是他屠对手的龙多一些。这个场均一条龙很过瘾，棋迷朋友们都很喜欢看他的棋。那么这个李东勋的话，其实是一个这个韩国实力派的一个新锐啊，很早就出道了，也名气也比较大。其实早些年一直是被这个韩国棋界寄予厚望啊，但由于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90后啊，实在是太强大了啊，这个李东勋这个很难从这个中国这个强大的这个90后的这个群体中这个杀出一条血路啊，所以后面慢慢的也就平庸下来了。但其实他的实力啊一直是非常强劲的，在韩国等级分也一直保持在前列啊。那么此番这个李东勋作为这个新锐后辈挑战这个场均一条龙的十月啊，我们看看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盘棋的实战对局。十月龙哥场均一条龙，执黑先行。点三三，这个每盘棋不看一个点三三都觉得不真实啊！现在我觉得是因为大部分棋手还是喜欢下新位的因为这个 AI 给我们的这个胜率来看，也是新位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还是可以的。那么点三三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这个白棋是选了一个这个几大套餐中最简单的啊，最容易掌握的一个，就是尝一下脱先。其实我个人我面对点三三的时候，我下这个尝也是最多的啊，我觉得这个简单嘛，不伤脑筋啊，反正这几个下法都差不多，你小飞也好，半连半也好啊，都差不了多少。然后白棋这个反点，黑的也是简单的一场哎，但这个时候白棋的下法有变化啊。这个白棋没有像黑棋一样去飞啊，它选择了这个更积极主动的跳，这个跳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法啊。这个跳的这个特点就在于呢，让下一手棋变得更大。如果这个局部，我们看这个局部，如果黑棋白棋不走的话，黑的将来是尖在这里啊。那如果这个局部黑棋不走了，那白棋是以后是尖到这儿啊。那么这个形状，显然比这个形状对黑棋这三个子的这种压迫性更强啊，更强。所以说，走完这步棋之后，下一步棋也就相对也就变大了啊。那同样的，这个形状走完之后，白棋的下一手可能是飞在这里啊。飞在这里的话，对黑的这个角，怎么说呢？这个形状不是特别理想啊，还有冲断什么的。那这边呢，黑的要走的话，压了一飞啊，这个形状显然就比这个飞要厚实得多啊。所以这个跳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很积极的下法啊，就是意思是这个地方，我希望你接着跟着我走啊，因为下一步棋很大。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压的时候为什么是只能尖不能长，如果长的话，就会下成一个这个图啊，冲断，然后顶，拐吃，
那我们看下面这样的话，黑棋再去脱先的话，啊，显然这个黑的这一串交换是稍稍得了一点小便宜啊。所以一般情况下，除非这个棋就是这个后势特别的不发挥，你认为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选这个土白棋，一般压的时候我们都是会选择小尖，啊。那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黑棋这个挤现在是挤不到的啊，挤白棋一定是打起来，啊，这个转换是这个白棋是不会害怕的啊，因为将来这个棋还可以搬了虎啊，这味道很多这个角上。那么黑棋要想挤到这一下，必须先冲啊，这个冲了打，但是这个冲一下呢就撞了一气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后面大家就发现啊，黑棋要么不走，要走就压了飞啊，以后我们再慢慢挤啊，这个挤总是黑棋的权利啊，挤成这样那么就不用撞这一气会好很多啊。那么如果你要脱先就直接脱先啊，所以这个棋现在白棋跳，我们看这个十月怎么选择啊，果断脱先下在这个中国流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小尖，那黑的哇，这个龙哥啊，就是龙哥不走寻常路。一般这个棋尖，我们现在这有子的情况下，这个小飞会下的多一点啊。这个小飞一个，就是不给白棋有好的下一手。你压的话，白棋一定是糊起来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十月下棋既然是被大家称为场均一条龙，那这个棋风一定是很积极主动的啊。如果都是那种慢悠悠的啊，那这个如何去做到场均一条龙呢？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他还是想抢一个先手啊，这个压了扳掉啊，哇，之后再点一个三三啊，这招棋我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我以为这个时候抢先手应该是这里啊，应该是这里占一个，甚至这个直接加过来都有可能，再捞一票。嗯，这个可能以后场均一条龙的外号要改了啊，这个这么下的话以后干脆叫场均三个角算了，很喜欢实地现在是。白棋还是很简单，还是一长。那么黑棋这个地方要变化一下了，爬了想希望能够爬了扳啊，积极主动一点。因为如果你还是飞的话，我们看这两个形状太重复了，这个在二路脸对脸啊，其实我们三路脸对脸都觉得很重复，就是比如说这样的形状啊，三路这个跳脸对脸都觉得很重复，别说二路啊，所以他现在是爬了，想爬了扳，这样留一个这个断吃的一个变化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李东勋是接着长啊，不给你这个机会啊，长了四个之后果断脱先了，就是他还是觉得李东勋觉得这个局面下我这个扳一下呀，未见的便宜啊，未见的便宜，留一个这个断打。再一个加上这个十月这种力量型棋手啊，他觉得这个给你一个这种挑起战斗的机会，我不愿意啊，后势一点长一个算了，稍微吃一点点小亏没有关系啊，因为他觉得将来这个搬起来的价值没那么大，因为这边黑白棋头已经长到这里了嘛啊。好，抢到了这个先手之后啊，果断的打入啊，这个打入很着急啊，其实一般情况下我们看现在下棋这个很少会有这么着急去打入的啊。李东勋今天这个也是面对十月他也是下得很积极啊，然后黑的是这个。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攻击的时候啊，一般是把对方往自己后的地方赶啊，可能有的棋友会说，哎，
我这里不是有后市吗？难道这个棋我们不是应该从这边过来吗？啊，但其实不然啊，这个棋，这五颗子怎么说呢？你可以把它当后市用，但它实际上没有眼啊，并不活。所以你如果把白棋都赶到这边来的话，可能自己会有危险啊。那另外一方面，现在白棋这个地方很明显啊，是白棋的一片这个阵势啊，或者说是一片形势啊，有可能会形成失控。所以黑的从这边走子的话，啊，也希望是可以限制一下白棋这边的发展。小飞，然后建起来，这个形状，说实话，我还真没第一次见啊，这个这么着急就打进来，而且打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到底谁好谁坏，这个一下子也看不出来。跳，啊，当然布局阶段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招法，不会差太多啊。这个像这种打入，它肯定有它的价值存在嘛。啊，其实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这步棋黑的是不是也有可能选择这种下法啊？不知道这个石哥，其实石哥这种暴力型棋手，这种招法应该是第一感，我觉得啊，其实我以前也是这种力量型棋手，所以我的感觉是在这里。如果白棋穿，我们就冲。啊，因为这个棋白棋搬不到这一下啊，搬的时候被我们立一下。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黑的是很成功的啊，这白的肯定不行，像这样，因为这四颗子紧紧贴在我这个后市上，那白的只能从这边搬，搬黑的立一个。啊，把它挂过来。不知道这个棋，这样的话判断不清啊。这个，我个人感觉这样下，反正如果我是黑棋的话，我很有可能会选择走这个。这个要用电脑看一下才知道这个到底谁好啊，这判断实在太难了。因为白棋现在如果硬来的话，我觉得黑的是不怕的。所以这可以断，也可以连扳。我觉得黑的都不是太怕啊。如果白棋单飞的话，那黑棋再回贴，我觉得这样是很紧凑啊，这个白的形状也不好。好，这个是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想法啊，当然实战黑的这个下法也肯定没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跳一跳，这边就是双方都简单处理一下啊，没有什么可以继续下的地方了，价值不大了。这边已经，因为这个棋黑的想攻白棋也不容易，那白棋这个想这个对黑的造成威胁呢，其实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时候，由于这地方白棋跳了几个子，所以这个拆边又变大了，所以现在赶紧抢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啊，李东勋同学今天是异常的格外的积极啊！面对这个龙哥，可能想说是：哎，你这个场均一条龙，我反正我比你年轻，我可不怕你啊！这个棋并没有说是要哎稳一稳或者怎么样，反而是拿着白棋异常的积极啊，挂进去。小跳，这里是不让白棋借进。通常一挂，我们这个棋很多这个棋手或者棋迷朋友就不动脑啊，一飞，觉得这个形状总是飞的。但恰恰这个局面，你飞被黑的一啊被白棋一靠，这个很不舒服啊，这个被白棋接上进，
你越走，白棋越来劲啊，这个棋。你这边，这个你再怎么走也没有多大发展啊。这个白的一旦连上的话，这两颗黑子就出现了一点问题啊。所以这个黑棋先跳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局部来说稍稍有点委屈啊，稍稍有点委屈。所以现在我就在想，黑的当初这步拆是不是往回一点会不会效果好一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跳真的是跳了三路很难受啊。白棋这个马上这个套招啊，白棋这盘棋并没有用这个套招啊，尖完一尖的套招啊。其实这个下法呀，尖了一尖，黑的这个棋是比较难受的，比较慢这个形状啊。白棋就跳到这儿，很灵活。黑的再一飞，哇，这个棋双方这个地方，别看这么简单的几手交锋啊，这每一步棋的选点都是挺难的啊。这个时候，黑的到底是尖这个，还是从这边来？这边来在哪里啊？选点很多。这个其实现在下棋就是怕选点多啊，选点多就犯错空间就大，因为这个你这个人不是电脑，不是 AI，对不对？总是会犯错的啊。其实现在下棋就比谁犯的错少。那你这个选点越多啊，一方面说是可以说是好事情啊，因为你的选择多。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你选择多意味着你犯错的可能性就大啊。来这个尖刺。这个白棋等于是缓了一拍再来这个套招，那这两个交换好像白的还是不错的啊，没有什么亏的道理啊，这两个交换。尖了一尖，然后靠出。很积极。这个就是黑的当初这个拆。啊，我觉得反正步子迈的稍微有点大，可能这个十月的同学没有想这么多啊，他觉得这个地方我总是要拆的，没想到挂进来之后，首先他可能没想到白棋这么快就挂进来了，然后再一个挂进来之后，没想到好像很不好对付啊，这个把黑棋切割成两块，然后搬，哇，这个。李东勋这个调子真是靠一下之后再搬，就是说不怕你挖吃啊，挖吃我们就尝这个。你形状不好啊，这个花给你抓，但黑的还是挖吃了啊，他不尝了啊。看来我是这个完全的误解了这个李东勋啊，以为是要在这里跟黑棋展开一场激战，没想到他其实是虚晃一枪。那这个靠一下的这个目的，我真的就是有点看不懂了，看不懂了。那你单走这个黑的飞，肯定不怕呀，还是说怕黑棋靠断啊？说靠是想防靠断，如果这样的话倒说得通啊。这个出其无捷嘛，你这虽然打一下打吃，对，这个打进去啊，这可能比较怕这个图。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觉得这样黑得很紧凑啊，这个靠断。所以靠一下，靠完之后呢，他又觉得这个棋出头意思不大啊，被黑的一长，他觉得黑的这三个子总是不会死的，所以他是希望说是能走成这样，先把这两个交换到，啊，那么我们再长啊，这样的话多了这个虎，对黑棋这块威胁就大多了。那么实战他黑的走这个，他觉得不怕啊，他觉得我得活到里头，这个外头反正都是浮云啊，没有木的地方都是浮云。
啊，黑的抓掉。那这白棋肯定要拆一个，哇！这个招招出乎我的意料啊，我以为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赶紧拆一个。啊，点，主动出击。这个怎么感觉黑的第一杆是在这里呢？这个飞不知道白的是怎么弄的啊，白的感觉要飞刺这个，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一场小转换啊，黑的贴这个，白的冲过来，啊，这个可能也有可能是白棋的预想图啊，白棋觉得你这朵花抓了，这三个字已经厚了。那这颗子我现在可以给你吃了啊，只是一点单纯的目数，可能10来20目棋没那么大了。那么我这一下穿过来的话，我把这个我就连厚了啊。这个刺完之后是有一飞点啊，如果你走这个的话，它就可以冲断了。那我们看这个黑的是不行的啊，这被冲断被那下面被切割开，没有气啊，很危险。所以这个普通的一招点暗藏杀机，啊，白棋是在这里加强了一下自己啊。现在我有点理解他为什么不抢这个了，抢这个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太薄了啊，黑的可能要给他上招了这地方，所以他先加强一下自己，因为他认为这个花。还是挺厚实的，抓了。打了粘上，长啊，这个是白棋的权利，黑的只能飞。很灵活，这两下先手加强了，这个把这个段防住了，再长完飞过来啊，还是把这三个字切割开。就是有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啊，这个时候如果一味的这种去补厚的话，这个被黑的什么刺一刺很难受啊，太慢了节奏啊，没有目而且。他现在是希望这个通过又把黑棋这三个子分段之后，哎，自身能形成一个联络，最主要是希望抢先手啊。刚才说这边这步棋始终还是很大的，很有价值。黑的刺，再一漏，这个地方虽然黑的有一朵花作为接应啊，但是本身这两边这个子力还是白棋占优的，所以这个十月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啊，黑棋没太好的办法。然后白棋再退一个，抢到先手把这个搬起来，啊，这个搬也是非常大啊！当初我们看一人爬四个啊，这个搬也是肯定是一张很大的棋。连扳，这个连扳已经先手得利了啊，因为榛子有利。榛子有利的话，这个两个扳总是不会亏的嘛。然后这边现在他要压缩一下这个白棋了，不能让白棋这么。飞上来再围啊，这个那这个空不得了。这个让黑棋难受一下这步棋，看你要不要尖回去。哇，这个龙哥果然是这个火爆脾气啊，
想想这个让我难受啊，这个没门，直接就反击了。啊，这个就完全就是脱离掌控了啊！拐打长，哇，这个长还要要。啊，再挑长一下。就这个地方。白棋好像下的挺凶的啊，黑的走了两个之后，白的再把你间断。不过话说，这个黑的棋形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这一间确实是连不上了啊。就这样一个形状很奇怪啊，我们看，非常奇怪，轮黑棋走，好像一手也很难说是全部连上啊。我们除非直接压这个，但压这个。不是这个黑棋的本意啊！这样白棋顶了搬过来，你还得从这里尖回去。就是十月一直不愿意，就是走这个尖。啊，要他要走这个尖，他第一天就尖回去了。那他这个跟这个交换，他肯定不便宜。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其实下棋我觉得忍忍就过去了。这个点一下其实无伤大雅啊。就是让白棋点了，其实你还可以追求压一下啊，这样尖是不怕的。这样尖我们从这里搬。那如果他不管跳也好，长也好，我们再尖回去啊。其实这个棋白的也挺难办的啊，这个空怎么说呢？围不是太大，不围呢，那白的又没有什么空。这个反击啊，这个一时没忍下这口气。啊，结果这个遭到了白棋强烈的反击啊！这个一场战斗就，虽然说十哥这个不怕啊，场均一条龙有力量在不怕，但是看着黑的还是挺薄的啊。这个地方虎一个先手，这边是不是已经连不上了？啊，我感觉黑的挺薄的，反正。啊，这个很惨啊！这连的从这里跳，但其实严格来说，它这个连的啊，连是连上了。我们看啊，这个虎就粘靠就小尖啊，但是很惨。我们看这连的啊，没有目数，以后再被这个打拔一下。好，但是无论不管怎么样，先联络了，总是没错的。哇，这李东勋真狠，先靠，忍不了啊！这个龙哥觉得忍不了了，这个必须搬吃，煎过实在太惨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棋的这个死活就有点要成问题了。那等于这个长就变成先手了，不然这个一粘。打了一粒，这块棋不死也残了啊！啊，还可以打了虎啊，继续缩小你的眼位。这个是做活前先把这边的便宜先占了啊。这个棋原来是这么构思的啊！我想多了，我以为是这个走完之后是捞做活着这块棋先手活，结果没想到这个黑棋是灵活了啊，那就是黑的中间这七个子不准备要了啊！这个我没有想到啊，这个以思路也很灵活，他觉得这个先把这块活了再说吧。这个七个子，反正纯目数来说，20目棋也不是特别大，但是是个棋精，白棋吃了就全厚了。然后打，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白的立下去是不行，应该是不行的。黑的一跳，
一吃啊，这个棋局部是个活棋啊，所以白的还得粘这个啊，白的也不吃，不着急吃，这个随时一粘，黑的就只能吃回去了，然后把这个断死啊，白的先打这个。啊，这里可以这么吃，比我刚才那个人先吃的好一点。吃完先把这个吃了，是吧？哇，那这个还是很愉快的。黑的再这么打了，粘上，然后再粘。那这个棋，场均一条龙啊。这个十个这个小龙，自己的小龙没了，那反正也完成任务了，场均一条龙嘛，不管大龙小龙，只要是龙就算。那这一圈白棋战斗，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哇，这个吃了还是挺大的，最主要厚，而且这盘棋说实话，双方都没有太大的目数，这个20目还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要是黑棋啊，我要是黑棋，我这个时候我肯定会补这个，啊，肯定会补这个虎啊，这虎一个，这个20目还不止了，因为白棋刚才把这个子也顺便割下了，又收了个官子，这25、26目了啊，这个必须补。这块棋我觉得死应该还是不太容易死的啊。在这儿，当然也好像也有点危险，倒是。反正这个我不是下棋的人，我没有包袱，呵呵，可能下棋的人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也有点危险。那就说明刚才实战这个反击啊，这招反击，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这招反击是有点问题的，我刚才就给大家都强调了这个棋，我觉得他应该是老老实实的接回来啊，是比较正常的下法，那老老实实的接回来，这个实战，哎，这个有点惨，主要是白棋这么吃，实在是让我觉得这个黑的实在太惨了，这个把这个子也吃掉了，太有点没人性。这黑的等于单关脸啊，这个黑的等于单关脸，有点没有人性啊！吃完之后，这个实地上，我们来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个14、15是这个是20啊，27、28、29、33、13、34、35、36、36。37、38、40目棋的样子，白棋全盘。黑棋这个是10、12、15、16、17、18、19、20、21、22、24、28、27、28、29、33、33、33、40目。啊，形势倒是也未必差啊。这么一看的话，黑的如果抢到这招棋的话，目数还是很接近的啊，那这个棋他弃子也可以啊。我没想到这个目数上它并不差，而且这个地方将来这一个断还挺严厉的，我感觉，因为白的这块没活嘛。好，我们接下来看。也还是好胜负，只是说从心情上来说，是黑的是不太满意的，我觉得啊，因为这个地方你抓的花这么厚，结果这个地方反而被这个白棋给吃了啊，心情有点不舒服。
见。好吧。然后这个地方白的这个是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定型手法啊，这个尖完一扳，这个一尖，为什么这个棋啊长完之后啊，这三颗子就是白棋，我们看经常是不怕夹攻的，因为它很有弹性啊，就是因为有这一尖，黑的很不好扳，你如果长的话，白棋就扳完一扳啊，这个是长和下吧，就类似现在这个局面，需要做活的时候，啊，这很容易就这块棋就成活了啊，非常容易，因为这个局面白的不适合先搬这个了，你先搬从这里搬下来没有意义，黑的把这一吃，啊，把这一连，你这没有目也没有眼啊，所以可以先搬这个，实战黑的搬这个白色也是搬啊，那。白的这个可以单搬这个，这个时候他就不用损这个，因为你如果这个的话，我搬下来，现在这个吃和这个吃就见合了，啊，所以单搬，实战黑的是胡这个，那白的再一搬，我觉得这个黑的这个下法好像不如单长好，我感觉是啊，这搬到这还是挺难受的，这个目很多呀，这白棋。现在这个棋不就是抢目了吗？谁目多谁就赢了，因为已经战斗已经结束了，而且双方都巨后怪后，就是一个目的问题啊。现在黑的是抢，翻这个，搜刮一下这块白棋啊。这个白棋也是非常简单啊，下面连这个扳都不扳啊，直接就连回，老老实实连回。啊，石哥，这两招棋走完还是想搞事情，啊，他觉得目数他可能还是有点信心不足啊，收官。他认为这个棋可能还是要搞点事情，因为现在黑的先手在握嘛，这朵花还是想让这朵花的威力发挥一下，因为白棋这块棋我们看局部来说是。啊，局部是做不活的啊，搬我黑棋就挡住就可以了，局部是做活不了的。这个的话就打吃，就粘上啊，这个地方很厚，点完拖。所以黑的是要利用自己的这个厚，还是要做点文章。然后搬，如果。白棋冲黑的也是准备搬这个的啊，也是准备搬这个。这样的话，如果你虎的话，他这个打一下先手，他肯定是要断这个，他要把这两个子割下来。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有借用。他觉得这两个子割下来，实际那就很可观了，因为这本来还白的还有个贴象，这个两个子一吃的话，等于省一手棋。所以实战这个白棋也是加一个，先把这个断防住。他认为这块白色应该总是不会死的，我们看一看。然后跳方。小尖，这个现在黑的断也没意义啊，白的虎了一扳先手，这个地方很容易就做两个眼，所以立应该还是要立的啊，先不立，先尝这个。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这个石哥能不能有所斩获吧。这个棋，哇，这个难道是出现误算了吗？打的时候，白棋是给你直接闷进来了啊。本来我觉得黑的肯定是想打了虎这个。啊，这样的话好像黑的中间这一串是有战果的啊，直接把白棋分断了。结果没想到打的一瞬间，
没打到啊。我们看一下，按理说这种地方不太会出现误算。七，配的应该也是有准备的。啊，白的这个注意只能接这个，你走这个被黑的一挤，先手直接就活了啊！这个地方白的没气，所以只能粘这个。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让黑的活了，活了这个木一下就不对了，大本营被破了，然后半断，哇，这个就刺激了，咔嚓，哟。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白棋是把这个弃了啊！这个没想到，在这可能是不得不弃了。我们看一下，如果还虎这个的话，还虎这个的话，还得长一个先手，白棋得拐。然后尖完断，这个要收气了啊！这个地方收气应该还是白棋快，但是很惨。然后这边搬完再挂回去啊，所以这个白棋是索性这个就不要了啊。那这个黑棋还是有所斩获，但是问题是这个线这个贴下来变得很大啊。这个中间白棋一旦下后了，这个贴下来就变大。虽然说目数方面是有所斩获，但是这个攻防逆转，然后另一个就是黑的这中间还是损，还是挺损的，损还是挺损的。现在刚才20目中间，现在这中间快30目了，啊，已经30目，30目多了啊，损了十几目棋。那这个棋就马上就要进入观子状态了。那早知道这个黑棋，这个中间这个提什么都先别走啊，先断啊。可能这个石哥没太想到啊，没太想到白棋这个不要了。可能他当时认为这个白棋总是要的，这中间有点损的有点多了，就是打吃。其实打吃之前都可以断这个了，因为打吃白的不会粘，粘被一虎的话，这个被搬过来受不了，所以打吃之前就可以断，肯定情况会好一点啊。这个肯定是越损越多，这个提一下也损啊。这当时这个不提的话，啊，这两个不走，肯定会好很多。那白棋如果退在这里吃，还是挤吃在这里吃，这一下不提。至少差两目棋，这断一下，又可能又损一两目啊，这还是亏挺多的。拐回去，这个局面下三四目棋有可能就是要决定胜负。打吃，粘上。我们来先看看这个目数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转换完之后，到底这个目数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这以后算白棋冲一下，算白棋冲一下，黑的打回去啊，因为你不能算黑的直接打回去，这个打肯定打不到，所以这个有时候算目我们就是双方平衡一下。是这个地方猴是折半，这黑的只能点一目两目，这个反正有一边可以点两目啊。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三十四十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八五三六十六六二六三六四六六六七八六九七十目棋，黑的七十目稍微强一点点。白棋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小一二三二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六四七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六一六二六三六十四哇，那这个目数好像还是要稍微差一点。现在只有盘面五六目，还该白棋下啊，好像还是不太够，所以这个白棋就是很清楚的就把这个弃了啊，形势判断还是很准确的。黑棋虽然吃这个收获很大啊，可能二十来目，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黑棋中间损了，然后再一个黑棋落后手，这个贴完，这个搬下来也是很大的啊，所以你这两个一相加，可能就把这个底了，黑的等于这一串。这个总的来说，这个冲击好像没有便宜到啊。本来目数也就是稍差一点，现在还是稍差一点，而且还帮助这个白棋简化局势了。所以他当初这个可能应该先断掉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个断虽然是局部很损目，但是你要想中间要发大招了，这个目的关，这个局部这点目就不能太看重。好，白棋冲，好，这个虎一个显然是这种优势下的下法啊。那这个棋现在如果目数不够的话，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啊，因为从哪里去搞一点目呢？好像不是太好搞啊，太厚了。这个棋双方都，就是如果现在黑的那个目数占优的话，白的也是很难有办法的。好，我们接着看，打吃，看看十月龙哥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啊？把这个目先围住啊，这个是必然的。这个目先围住，我冲一下。黑的就是自己现在要想办法长目，还要限制白棋的长目啊。这个搬，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地方，白棋搬完一虎，这得挡，然后虎打吃完粘，啊，这粘不到，然后这个黑的是怎么办呢？现在？找不到这个去捞目的地方啊，好像全局唯一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小缺陷。哎，所以当初这个棋就是中间有点让白棋搞得太厚了啊，这个棋就是这样。是这样，我们看一下。然后打吃，这里如果穿的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可能性啊，粘上，冲过来，白的就吼回来啊，好像意思也不大。这个地方破白棋几目棋，自己弄出一个小负担啊，意思也不大。
白棋是整个都连着的，我们看啊，非常厚，就是想让白棋这个回去收气也很难做到。然后实际上是断啊，断就是准备把这俩子弃了啊，然后再断这个，给白棋3-3、4目棋，然后自己这地方长一点目啊，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个下法。打吃，再打，啊，这个时候大家就注意了，很多棋手下棋这个随手棋啊，觉得这个形状总是扑一下，啊，很舒服啊，把白棋，那打回去没意义啊，白棋这个地方有眼跟没眼，是形状难看一点，目数是一样的，那你扑了再打，现在白的就不一定粘了，因为你这多扑一下，这个棋的价值就小很多了啊。要小差不多快2目棋了，这个价值一下就小很多，所以记住了啊，这种棋在跟死活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不要扑了啊，确保打到，不要为了过瘾啊，然后把这个力。然后去冲。哇，这个冲了半张还先手啊，这真是有点不舒服呀。逆收3目，那这个也是逆收3目，那这个其他还不如逆收这个了啊。这个打的话，想办法打劫，我觉得好像黑的现在应该是不怕的，一方面。控本来就不够，另外确实劫财好像也不怕啊。这有劫，这冲，这有打，劫还是有一点的。那他现在应该立这个啊，这个如果打回去的话就没有逆收3目，打回去他就算把这个再粘上，把这个再粘上，或者虎一个。那这个价值就没那么大了，这个等于一个后手，一二三四四后手四又三分之二，那这个逆手三，不过也差不多啊，后手四又三分之二跟逆手三现在也差不多，因为你逆手完一个三目之后，你可能接下来没有3目给你了，差不多，立这个，然后搬粘。啊，这里还有个大棋，哇，那这个尖了一挖，啊，这个一挖之后，这个是最后一手了，哇，那这个其实真的很大，我们看这个只能粘回去，只能粘回去，如果。黑的侯这个的话，我们看这里现在是2目、3目、4目。如果黑的侯这个的话，6目，刚才是4目，啊，你说2目也还好啊，也还好，你说2目，这个也是你说2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最后到底是差距多少啊？看看这个之前是不是还有可能有机会？现在这个是一二六十，20、30、40、43、44、50、51，52、53、54、55，65、66，74、75、76啊，76这个做个团到的话，77。77，哎，那感觉这个棋也没有那么大差距啊。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三六、四十、五十，
57,567,687,687,72,73 啊，那确实不太够了，77的73，这是牌面四母轮这个白棋下啊，那确实是差距还是有，还是有的，所以确实是要认输了，也算也比较有风度啊。这个十哥下棋比较大气，我们就知道，场均一条龙嘛，输了就是输了啊，没必要这个坚持了。那么这个棋，黑棋这个主要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是出在这个反击啊，当初这个白棋这个点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嘛？这个棋其实上来这个拔花这个转换谁便宜说不清楚啊，说不清楚。但是感觉是白棋还可以啊，白棋这个挂进来一开始这盘棋李东勋总的来说下得很积极，然后这个拔花应该是差不多的，这关键就在于这一下的时候啊，这个。啊，石哥，这个这口气没忍住啊，暴脾气上来，然后选择了这个反击。最后我们看这个反击其实不太成功，反击了半天，自己这一串小龙死进去了啊。就开个玩笑说，这个石哥是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这个长均一条龙，不然这个平均数被降下来了。这个是开玩笑，当然这个。实战中，这个忍让一步确实有他难受的地方，但是像这种反击确实要很小心啊，因为我们看这个黑的这整块这个地方，它一直是不联络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反击确实是风险也是有的。那实战这个小龙被吃了之后呢，就形势一直是稍微差一点啊，后面这中间搞事情。是让这个局面是就是彻底就没有变化了，就直接就下完了啊！我们看从现在这个目数来看的话，盘面四目轮白棋下，那这个差距可能在五目棋左右。那五目棋左右这个转换完被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机会了，因为后面的官子不可能有这么大差距，还没有这个差距。所以这个当时这个搞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刚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对，这个当时搞事情的时候就应该下点狠心啊，把这个先断了。其实后面这个差五目棋左右的话，如果他当时这个不打啊，当时这个情况。这一下如果不打，他直接断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啊，作为白棋来说，是很难下得了决心的啊。这下不打，直接断，这个时候白棋到底是做活这个，还是直接转换啊？这个时候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后面黑棋又损了两下，啊，这个就白的就很清楚了啊，因为又损了这两下，我刚才给大家判断了，这差挺多的啊，有可能这差距就在这里。那么最后的结果差五目左右，如果这两下四五目不损就很接近了，这时候你要下一个决心就很难了，对于白棋来说。那最终很遗憾啊，十月这个棋是没弄好，最后转换吃了之后不便宜啊，被白棋贴完一扳之后，这盘棋就后面就没有机会了。那最终这盘棋是这个李东勋还是下得不错的啊，我们也要恭喜啊，这名这个韩国的这个实力派新锐啊，能够这个战胜咱们中国的世界冠军也不容易。那么石哥，反正我觉得下棋还是应该保持他这种一如既往的这种风格。好，那这个今天这盘棋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欢迎大家的收看。